Hello，阿明，在工作的地方，你知道惯例的。哎，小子，在这个点心店上班的地方，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我死掉死掉死掉。又是即时通签名档。对，今天应该可以换成另外别的地方去探索。天哪！哎，我觉得距离我回来已经好久了，好几年了，然后又再见到这些，哎，鸟儿，事情就好像现在变得超紧凑的，就为了我的灵魂，替我向你的鸟鸟上帝祈祷吧，鸟鸟上帝，鸟神。早安，哎，我的小可爱小亲亲，你今天有觉得好一点了吗？我睡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更糟糕了。好了，我觉得应该要帮你跟汉克医生预约一下。哦，天哪，妈，我没事了。看起来完全不像没事啊，天心。我是个成人了，我可以自己做决定。哦，但是你在家里，你还是一样是我的宝贝。所以我打算要帮你预约。阿梅，天心，我很担心你。我没事吗？听着，我一直都在想有关我们的金钱的问题、财务上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房子，还有我真的很抱歉，还是很遗憾。你我们如果当初没有这么搞砸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处于这种坏状况。我现在只想要跳进洞里，然后死在里面。阿美，真的没事，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问题。如果我不小心让事情变得像这样的话，那我很抱歉。啊，木已成舟了，我们是一家人，就还是要那个，我们总是一家子的，无论如何，所以就不要再继续担心了。不管什么发生，我都爱你。我需要你知道这些，你也是。痛哭流涕。好了，我得出门了。你确定你不需要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吗？啊，不需要，我还有事情要做。你需要做什么事？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哦，天心，就放轻松了，我会的，爱你哦。我都有留一些那个不错的头痛处方煎药、处方药，我觉得我可以给你分你一半，只有一半吗？甜心，你是你知道的，我长得很矮，一半就可以了啦，一半就够了。哦，我没事啦，妈。好啦，如果你需要帮忙就让我知道吧，谢啦，妈。加你妈妈。
哦天哪、啊！你想做什么？你也好啊，阿明。好、哦，我想要让你知道，我们有去检测过你在路上找到的那条手臂。哦，真的吗？是啊，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兴趣，绝对有兴趣。那是一条中年男子的手，还有就是中等身材。手臂是在他死掉的时候，已经死亡之后才被那个移除下来的。哇哦，这就表示，这其实到目前都还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不代表什么。我只是想说，你应该会想要知道。你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侦探故事之类的。啊，是啊，谢啦。哎，这只鬼真的是，东搞西搞，搞得乱七八糟。什么鬼？哎，这个案子没有牵扯到什么鬼啊！我不管什么东西。啊，是啊是啊，没有人相信我，我了解了。小心一点啊，阿美。有些奇怪的事情都在发生。啊，是啊，还用你说？好了，祝你晚上好啊！哇，他的眼睛突然抽动一下。哎 ，Summers， 天哪，阿美，你生病了吗？没有。啊，我只是有点累，头有点痛而已。那所以你为什么还到处乱晃？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我会没事的。Yes， 放轻松啊，好邻居，顶新鲜的好邻居，没问题。想再听一首新诗吗？好啊。星星星辰，像是车辆上的灯光，行驶过黑暗之中，且永远没有停。永远没有停泊下来。啊，是真的，真的像是现实，真的像是这样。我在那个最长的夜晚，有一个也准备了一首诗。最长的夜晚好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节日吧 ，Longest Night， 好像是 DLC 的一个，之后再看看。最长的夜晚，最长的夜晚，如此漆黑的夜晚。但是星辰却又是如此的闪耀，很赞。谢啦，我觉得自己还蛮投入这些节庆的。你有注意过一些事情，像是，有些奇怪的人，就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吗？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像是什么奇怪？像鬼的人还是失踪的小孩？像鬼的人。一个鬼人，鬼人哦，那个食人族进化成鬼人。对啊，我印象中是没有。我觉得我快发疯了，我觉得我开始出现一些幻觉。我妈妈有阴阳眼，她也会看见鬼。她发誓地下室有一只，但是。他错了。你怎么知道？我就住在地下室。哦，所以你就是鬼，干，见鬼了！哎呀，见鬼啊！所以你是鬼咯？嘿嘿嘿，还不是。天气预报说快要下雪了。什么时候？快了，天气就要快要变冷了。Alright， 哎呀，见鬼啦！今年比较早
变冷的时候比较早，比较早变冷。嗯，所以之后会有下雪景象吗？又是钓鱼哥。嗯，隧道里面的鱼会一直都存在吗？一直都在这里吗？或许会不会有一天隧道这边就那个干涸了，然后运河也全部都干枯？我会想念这些隧道鱼的，嗯，我们缅怀它。嗯，哎，可以让他们回来是我的一个希望，我的愿望。啊，他们会把隧道水抽干之类的吗？没有，这是一首诗，好吗？我只是在捏造一切的，请不要偷听。该去跟 Selma 做朋友啊，之后会不会有剧情可以那个介绍他们两个在一起？看吧，你对于你完全无法拒绝那个每天拜访这里，这绝对是上帝的那个召唤，上帝的恩宠恩典。啊，我打赌一定不是这样子。啊，上帝是充满耐心的，就像大自然一样。嗯，这条评论是有点可怕，我觉得还蛮抚慰人心的。嗯，我有一个可怕的是，就是我最近有一些可怕事在烦恼着我，所以就别理我吧。好了，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应该不用了，爱你啊。什么事？我不知道。嗯，就感觉，这该怎么讲？就感觉这个景象好像似曾相识吗？有符合记忆？哎，你应该拍一张脑海相片。啊，我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啊，对啊，像是我还小时候会做的事。你老爸在你那个，就在你小时候，要让你在车子上面安静，是还蛮有一套的。没错，我到现在还会这样子做。Snap, gotcha picture. Snap, snap. 我也拍到你的相片。啊，我好累。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图书室睡个午觉嘞？哦，哇哦，我好几年没有去图书室啊。嗯，好了，好。最近就是好几天都没有用过，但是里面还蛮安静又祥和。好，我或许会这样做。好，门在后面没有锁，就随便去吧。我都会在这里。谢了。他们在讲什么？实在不是很理解。可以睡觉喽。爷爷，我要在这里等多久？还有剧情吗？还是我可以动？哎，我哈一声，你没有动作，我就要动了。哈！哎，就这样。
所以是在这个充满祥和的地方会有阿公来伴伴随。这看过了。我在想布鲁斯会去哪里啊？老实说我知道。真的吗？对啊，他昨天告诉我说不要跟你讲。不要告诉你什么，不要告诉我什么阿美。布鲁斯要回家去了。他什么？对啊，他要回家去跟回去见他的小孩。我猜他们全部在等他。哦。他看起来蛮高兴的、啊。快点。好、哦。谢了阿美。对这件事 不开心吗？啊，感谢你让我知道。还是其实布鲁斯没有家，他的家就是天地。天地是咱的一个家。那、说真的，这边都没有浴室、厕所。在这个房间之外什么都没有，难道他们在衣柜里面拉屎吗？哦天哪、啊、他们在水桶里面拉屎吗？啊、哦、天哪、啊、如果我不小心绊到一个屎桶的话怎么办？啊，这里还有一堆未解答的答案问题，未解答的问题。在想这里会不会是住一个男生或女生，或许他们也都非常老了。嗯，现在都没有年轻人就是在乎这些所谓的圣人或者是教堂之类的、对，30年之后那就变奇怪，所有的教堂都会空荡荡的。那这样子我就会开一间披萨店，就坐着然后吃喝我的披萨，然后想一个冷笑话来讲，想有关披萨跟教堂的冷笑话。 Holy Pepperoni 神圣辣肠，我可以睡在这张床上，然后不管谁住在这里都不会知道，都不会发现，他们今晚就会睡在这张床上，然后从来没有注意到有人来到这里过，在被毯之下，或者是在枕头之上，哇哈哈哈哈。我觉得我也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整理他们的床，看起来他们都没有整理，而且这应该是不会很可怕了，还蛮可怕的。我在想住在这里的人会不会知道我有来过这里，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像是我就是一只鬼，然后我不停的纠缠着他们，我应该搬动一些东西，就只是让他知道 有人 care， 有人在乎，可以每天来，就常常来拜访他们。好了，我不会这样做，这会是变成超级可怕的事情。在哪？有人抱怨过吗？抱怨什么？你的演奏啊？我不觉得有人会在乎诶，老实说。或者是其实他们会喜欢。不管怎样我都 OK 了。
还好吗？是啊，我就好像only half here right now， 大概只有一半。我只是累了。你是生病了还是什么的？我也完全不知道。应该吃一些感冒药，然后再吃一些那个饼干，还有那个叫姜什么姜饼什么的姜片。好，然后躺在床上看一些很烂的电影。感谢建议医生，我觉得不会有效，没什么效。One time got pneumonia. Pneumonia 是什么？肺的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得去上学。那不是很传染性的东西吗？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阿美，你还好吗？阿美，啊，抱歉，我只是有点放空。你真的应该去看医生啊。好啦，我再看看吧。去啦。没问题。好啦，我们晚点见啊。或许晚点见，或许。没什么事是绝对的，我猜。生命有一种绝对。猫猫，它也是猫啊，我也是猫。为什么它就用四条腿？哇哦，哇哦，老兄，你还好吗？是啊，我猜，是吧？就只是有点累，然后这几天有点头痛。你应该回家去好好休息一下。我觉得你应该随时就会不知倒地。没事，我很好。就是让自己做一些事情还蛮有帮助的。所以你对这整件鬼的这些事有什么想法？鬼？很糟，鬼，抱歉，鬼 ，ghost， 他刚刚应该是强调，强调鬼，不要特别强调，我觉得很糟，我是说，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在早上都觉得就是那个坐立难安，那就觉得有人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的头骨就快要爆炸了。所以看起来状况超不好的。你还想要去看看那个坟墓吗？不，今天不要。是啊，好啊，来坐一下。我这个不选之后可以再回来吗？先去看看其他的。好吧，有什么事再让我知道。好，可以啊。所以我说我可以带你去那个公园。你真的需要？哦，我好累。你没事吗？是啊，我会没事的。所以你打算要去这一趟？所以你打算要出发了吗？去公园？不要，先不要。新闻上面写什么？今年那个候鸟提早南迁了，
那什么意思？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鸟鸟去问阿杰啊。好了，就是这样，明天出航。该说啊，真不敢相信，真的那个靠岸的一个新的工作，我想不到好的中文形容词。是啊，开始找一些更好的事情做。啊，孩子们觉得兴奋吗？是啊，他们会喜欢的，可能要花些时间适应。嘿，或许再一个，哈，是啊，再一个。Ghost 喵，每次都讲这些，不知道是在指什么东西。那太糟糕了，我 get 不到他们的梗。嘿，老兄，嘿。你还好吗？啊，我觉得我头痛欲裂，我觉得我几乎没有睡觉。哎，尽管我睡了超久的。天哪，你还好吗？我不知道。哎，我能帮你什么吗？杀了我。哎，唤醒我。啊，杀了我。Bang！我对你开枪了，谢啦。所以你今天打算怎么做？就来打招呼而已。哎，哦，真的打招呼了。哎，阿杰，哎，阿梅，啊，今天怎么样啊？好像蛮明显的，你也看到一些事情了。啊，我看起来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我来说有啊。啊，感谢你的注意。没问题，我得回家了。啊，所以你住哪里？就穿过那个停车场，在山丘上面，在树丛后穿越过树林。从来没有回到那里过。我有啊。啊，是啊，你有。再回来。啊，上次错过跟那黑鹰老就不能再。可惜。那所以我们就选安格斯或者是阿贝。要去公园还是去坟墓？好难选。来抽签决定，好，中签中了安格斯，好，不要问我怎么抽的。所以我说我可以带你去公园，奇怪奇怪一样。好啊，九伯，我们也去约会。哎呦，所以阿贝会让你连续两个晚上都开他的车吗？哦，老司机，老司机来带我。是啊，而且尽管在爆胎之后也是。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拿他没辙嘛。而且我终究还是把轮胎换了。哦，对啊。啊，你可以借到他的车，真是太棒了。我得骑格瑞格的脚踏车。当我们去找跟格瑞格去找鬼的时候，我们要骑脚踏车。他是说脚踏车还是机车啊？随便了，变机器脚踏车。是啊，格瑞格真的需要那个。搞好他的驾照。啊，我跌下，我摔车了。
然后就几天前也这样子做，也这样子做。所以你觉得你们看到的那个家伙是个鬼魂？不是家伙，就是鬼。哦，对对对。为什么都没有人相信我说的他是一个鬼？我是觉得鬼魂其实不存在，我很确定他们存在。我需要证据。什么才算证据呢？就是一个鬼魂走进来，然后对我说 “hello”， 然后我可以说：“嘿，我已经验证过了，你是个死人。”可能会是僵尸或者是科学怪人之类的。或许他们有那个捏造了一些鬼魂类的东西。鬼魂类的东西可以当我们的 podcast， 讲一些有关鬼的主题。这个该怎么讲？这一集的鬼故事将为您播报，由甜甜圈狼赞助。不要，我要吐了。抱歉。欢迎来到鬼故事，我是阿美，我见鬼了。然后这位是安格斯，不相信我的家伙。我是安格斯，然后这位是阿美，一个笑诶。扎帕库，美好的晚上，美好的傍晚。是啊，一切都还好。以前我妈都会带我来这里玩飞盘。我有一次呢被全速的飞盘砸中牙齿，把牙齿砸掉了。天哪！就凯西和我就互相对对方的头丢东西。就我们在丢完飞盘之后就停了，因为牙齿都掉了，要变哈麦两齿。公告：禁止喂食或者触摸野生动物。看起来很极端，很明显，显而易见的。上面有一些游民住着，住在小屋里面，有一些家伙住在那个小屋里面。对那些家伙，其实你可以喂他们，或者是摸他们，如果你想的话。这里是一个奇怪的旧地方啊。对啊，这公园都有一些奇怪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就是一些老旧的东西挂在树林间。我觉得在路上我们会遇到我以前当红军的时候的那个营区的驻扎地。真是忙碌的树丛。好啦，应该在太阳下山之前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觉得安格斯角色动作超不自然的。快点！喘气。你还好吗？对啊，我有气喘。对，就这样。
抱歉啊，如果你要等我的话，我很抱歉。你有带吸入器吗？你以前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就是跑过整个国家嘛？就是国中的时候，穿越过整个国家。我还蛮好奇的。是啊，但是我从来没有。问，就是比完比赛，马拉松是。那为什么你还都在继续做这些？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莱姆，什么烧焦莱姆的东西？莱姆 ，kiln， 就像是一个熔炉，一个炉子。什么样的炉子？莱姆斯，莱姆斯洞是什么石头？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哦，听不懂。Limestone 很奇怪，因为，它主要是用海洋生物的骨架做成的。Limestone 其实没怎么听过，就是几百万年前的骨架，该不会是石油吧？不对啊，石油是 gas， 石油是 oil， 所以其实好像这里其实还是那个叫什么骷髅石，不对啊，那应该不是，那是珊瑚，搞不好就是。所以其实这里在远古的时候，其实是在海底下的。哇哦，不可能！哇哦。我知道，对吧？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站的地方，这里存在了一些超可怕的远古海洋怪物啊！难道是克苏鲁？很可怕，但是又很赞。这就是历史。好了，我准备好了，可以继续走了。哎，跑起来，跑起来！哎，跟我一起跳！呜呜呜！我想要跳舞！咻！需要再休息一下吗？我没事，没事，没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地方以前是在水底，那水都到哪去？那为什么这里没有远古鲨鱼骨头？为什么没有鲨鱼骨头呢？我不知道，或许会有吧，我猜。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化石？为什么？鲨鱼是软骨啊，软骨应该会比较容易被分解吧？我不知道，我对这方面不是专家。但是这附近应该会有远古鲨鱼的一些踪迹才对，就是以前会有过远古鲨鱼。很奇怪，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都超无聊的。然后在想以前这里有发生过什么疯狂的事情，还蛮有趣的。世界上一直都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之后才会找出来的。好，我准备了，准备好了，走。确定真的没事吗？是啊，抱歉，那说真的，你觉得不行，真的没关系，就
停个几分钟休息一下。好。我觉得我真的应该知道是一些远古海洋生物、石头什么的。来。我觉得我应该回去学校再学一些有关恐龙之类的东西。什么事？Class feel fast， 就是怎么讲？去上课可以受益良多嘛，很快的就学习到，充实自己。我爱恐龙。恐龙像是最有这世界上最有趣的动物，对。你知道他们有身上有羽毛吗？或者是某些恐龙有羽毛？我知道，是吧？超级巨大古怪一群鸡。哎，以前远古的事情真的是又可怕，但是又超酷的。我们大概五分钟就会死了，哈哈。哦，对啊，远古的生物绝对会把我们吃。哎，真庆幸我们之间隔了几百万年。真奇怪，啊，时间啊，时光飞逝。哎，时间会让最危险的事情变得。不危险，比较不危险。大部分的事情呢，至少是这样。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是，好了，我们几乎快攻顶了。哇哦！哇哦！哦，以前的那个童军营，童军那个营地，以前都跟着小队来这里，像是十年前吧。那你现在也是远古海洋怪物了，你现在也是克苏鲁了，看起来像是吧。吃起来像一些什么老东西回来啊？什么东西？就我们做了这些一些什么类似风车之类的，然后每个人都放了匿名纸条在里面，然后就粘在这个用弹簧控制的小直升机上面。然后这整个的样子就像是，就风来的时候呢，然后风车就会把那个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给转动起来，卷起来，然后那些纸条呢就会随风而飞，然后看起来有些纸条飞回来了，这是个蛮酷的巧合。哦，没有，这就是这个目的。每年呢，我们都会那个，读这些留下来的纸条，来找找能不能找到任何人、任何东那个、任何一个。我想要爬上去看看，好久没来。所以呢，我觉得那边应该有更多。我看到了，好酷！我要去看看。哎呀，遵命。是的，船长。
太小声喽。哦，竹蜻蜓啊，这种东西，我以为是什么超巨大的直升机。竹蜻蜓啊，找到一个了。觉得你找到了全部了，啊，不就一个而已吗？嗯，至少我能看到这些。我有制高点，来来赌啊，快来赌！等一下，我们可以赌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留给童军啊。哦，没关系了。哎，反正任何上来的人也不会待过冬天。好好好，来读一下。好，这个看起来有点那个太旧了，太陈旧了，烂掉了。嗯，可能一只鸟把它叼走了。来，我们来读鸟鸟纸条。我真的超级不开心的。而且你是唯一一个知道的人。哦，好哦。哼，什么？嗯，没什么变。嗯，反正就是十年前写的这些纸条。Yeah. Timelessness.好像有一个，这该怎么讲？无尽时光吗？关于人们，他讲的东西好深，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有些事情会停止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是啊。晚上了，好黑。Well， 哦，真的是遥远的路。啊，这在我11岁来讲的时候还比较轻松啊。我们应该是经过了路上经过了三道障碍。啊，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数不清了。爬过三道栅门，真奇怪，他以前都会大门敞开的。嗯，准备好走了吗？已经不远了，就在路上，就跟玩《绝命异次元二代》的时候一样。You are almost there， 那还要走一大段路。坟墓，哈，是啊，这些是我不记得了。他们就是有关一些那个附属权大屠杀的事情，还有那个劳工抗议的之类的。那个时候就好像是矿工对上国家那个守卫，皇家守卫，国安局对上国安局。还像100年前在镇上发生的事，为什么他们会在这边呢？我猜这些应该是某些坏人吧，然后有些矿工不想要被埋在镇上。哦哦哦哈，这个上面有一些老旧的墓园。像是在殖民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已经建好了。我猜其中一个也在这附近吧。好，有点诡异啊。只是骨头而已嘛。啊，远古鲨鱼骨头。嗯，是啊，
没有什么是那个可怕的。走到天黑了，可以回家了吧？哇，我们真的爬得很高啊，而且很远啊。我已经从这里看不到镇上了。啊，那个城镇在南边啊，在我们后面。所以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在这里等着，然后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应该是我问你啊，你是专家。啊，我猜我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吧。我是不是在偷瞄他？哎，真美好的晚上，快点趁乱告白，从格瑞格手中横刀夺爱。是啊，在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只是这边看不到这么多星星，但有总是让我很伤心。就是在学校那边看不到这么多星星，但在山上就可以。哦，对啊，这边的景观真的很棒。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了解这些星辰星座。哦，什么？你知道？哎，你知道这些他们的名字啊，还有那些故事？我希望，但是我就是记不太得。我想那边那个像是一个钟还是什么的。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部都在那个最长的夜晚那个节庆的那个萤火晚会上吗？然后我们一起看这些星座，然后你告诉我们所有人关于他们的故事。啊，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哦，哇，看起来或许只是我做梦吧？还是你是跟那个叫什么老师的？熊熊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天哪，我几乎都不太记得了。啊，我在想我有点好奇你到底梦到了什么假的星座故事。啊，又在挖苦我了。我会找到星座的。那你告诉我他们的事情。好哦。现在是要怎样？看星星，总算不会烧眼睛了。现在是晚上。好了，找一些星座。等一下，你会找真的星座还是假的星座？会有假的吗？嗯，就是我记得的而已，或者是我梦到的那一种。啊，好了，无论如何，哦 ，Cheskov， 你记得 Cheskov 老师吗？哦，是啊，那个科学老师，自然科学老师。他住在山下，然后在那个屋顶上用望远镜，然后我就用望远镜看到一些星星，不错啊。望远镜很酷，天文镜很酷，我真希望我也有一个望远镜。好了，来看看，哇，我还要自己连了，怎么用？啊，就这样。哦，对，就是那个钟。啊，不就三角形吗？妈的，骗我！啊，中间是眼睛，那盯着你，心里发寒。好，那是
是我对于这个有一些指导，在一个乐团，一个前卫摇滚的乐团的那个专辑封面。我觉得在这个钟响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钟响的时候呢，应该世界就会结束。我觉得当钟响，然后他又看着你的时候，你就死定了。世界了结，世界的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应该会超级巴大声。在太空中没有声音，没有介质。我是指，通常呢，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没有介质啊，所以星际大战都是假的，不会有噗噗噗的声音。某些原因上，这个还蛮可怕的。至少这代表，我们至少不会被一个钟敲死、敲响、敲死。是一只猫，它背上有插着一些剑，然后它在追逐着一颗钻石。哦，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不太记得名字，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它住在记得有关丛林之神的故事吗？是啊，不，我不记得。阿勒克。其实有一大坨故事。Adina， 有一则故事是这个人叫做 Adina。啊，对 ，Adina 还有那个结冻的湖泊。啊，对，那是其中一个。啊，总而言之呢，这只猫也在那边，喜欢着闪亮亮的食物。擅长穿越丛林，也很擅长偷窃。哎，对，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都叫他屁猫，小屁猫 ，as cat。他从国王那里偷了钻石，然后被那个判死刑。但他真的太狡猾了，太敏捷了，所以他跳离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变成那个一个永生不死的东西之类的东西。什么鬼东西？医生，这样连起来吧，是吧？是一个教宗，他吐火。哦，这个是真实故事。我至少这位家伙是真人真事，卢贝罗。哦，那个教堂外面的那个雕像。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你的家庭会去教堂吗？基本上就婚礼、丧礼，还有最长的夜晚，长夜，最长夜。我不觉得前两个算数，那些比较像是事件，就是要事。我妈妈现在在教堂工作。自从14或15岁之类的就没有再上教堂了。你妈妈会在意吗？她假装不在意。Does Pop shit in the woods？ 教宗会在森林里面大便吗？是一只金鱼。啊，它背上看起来有承载着世界。啊，难道是？舞台金鱼
五台乌龟。哦，这则故事比较伤心。是，为什么？他为什么需要背负着整个世界？像是真的太不公平了。哈、啊、哈，对啊，这真的是让人非常沮丧。真的会想，为什么人们要捏造这些，创造这些故事？我是指，特别是这一则故事，就是有人看到一条金鱼，然后就觉得他必须要背负着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是指，就是金鱼很大只啊，金鱼不知道地球是什么，大只。但是这条金鱼在哪里游泳呢？在太空啊。那我猜，对于这些古人发脾气是蛮蠢的。不会啊，对古人发脾气还蛮有道理的、啊。妈的，讲一堆垃圾就要当成国文课本的那个作业，然后后人还要煞有其事的那个擅自解读，然后逼那个所有人都学起来，学他们自己的解读，操！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些那个待得有点太久了，还是有点走太远。哦，这公园吗？是啊，我猜有点诡异啊。我不知道，这里其实蛮安全的，而且星星很漂亮。所以你完全不相信鬼啊？对啊，我不信鬼，也不信神，无神论，或者是什么超物理自然力量，心灵那个特异功能，完全不相信。我的意思是完全没有证据啊，就像赌牌也只能戴液晶体显眼镜，我才懒得聊你呢，我只能看穿牌，叫特异功能。而且人们真的努力尝试过，你有试过吗？是啊，当我小时候有试过。哎，告诉我。所以我不晓得我告诉过你多少，或者格瑞给我告诉过你什么。但是我的童年时光真的过得不怎么好。是啊，我好像有听说过。为什么会很糟糕？我老爸不怎么喜欢我，而且我妈也不喜欢，然后就好像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也可以不用跟我讲啊。不会了，没关系的。所以我老爸以前常常揍我，常常家暴我，然后我妈好像大概更糟糕吧，他就好像完全不给我食物吃，所以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喜欢烹饪，哈哈。他喜欢把我推进那个 pantry 应该翻成谷仓嘛，仓库嘛，然后把门重重的关上，重重的甩上门，橱柜里面，然后所有架子上的东西都通通那个掉下来，掉到我头上。哦天哪，安格斯，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真是太可怕了。
时候他就会把我关在里面一整天，或者是关过夜。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试着想要那个发掘一些特异功能，所以我就可以发送电波给，发送信号给邻居，或者是把门给解锁。那你也猜到了，完全没有用。你有告诉过其他人吗？我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一阵之后，我就觉得开始也觉得有一些罪恶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这是一些，好像是我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像是被虐待。很可是，这完全不是你的错，你只是个孩子，他只是个孩子啊。啊，别担心，我现在了解了，我现在知道了。哎 ，Do I ever？ 问题是，我可以踢爆他们的屁股吗？像是，就好像是，其实我有经验呢，我可以把一些人给揍爆一顿。我妈现在很老了，偶尔都还会去拜访他。我有一个哥哥，还是弟弟。我有一个兄弟，他在海外当兵，当军人。然后我老爸大概十年前就过世。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他是不是。哦，也不是过世啊，那个我老爸十年前就离开了，然后所以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活着，还或是人在哪里。如果他活着的话，那我也不想知道。哎，韩可是，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永远的拥抱，快抱下去，横刀夺爱才是爱，哈哈。好，至少我比其他很多小孩还要幸运。我只庆幸我没有，是啊。总而言之，回到你的原本的问题，在橱柜里面是那个测试我的特异功能，真的让我对一些灵动现象还有科学都很感兴趣，然后有加入了一个就是特异的那种特异研究的那个社团，在网络上，然后对我的一些那种超自然的一些狗屎烂蛋，真的是哎搞那个搞砸了一堆。然后给了我一些头绪，有一些你可以 debunk 叫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稍微拯救我了一些，我猜。因为当有人对你做的那些事情，他也可以让你，就会让你对自己也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总而言之，是啊，不相信鬼也不相信上帝，所以就像是我觉得如果我也经历那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会更想要信上帝之类的。所以你有信仰任何东西吗？就像是星座，我是不相信有什么金鱼存在的，
但是我相信星星是存在的，星辰。然后其他人把丁鱼捏造出来，就像是我不知道。我们很擅长的在太空中星星这样子连线造故事，就像是我们是擅长寻找图案，然后我们会找到这些图案，这些规律，然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心智加诸于上面。就算我们不想这么，就算我们不是刻意这么做，我们还是会这样。所以我相信一个宇宙是，就是完全是不在乎的，没有自己的那个意志的。但是人们是在乎的。图案发掘者，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不觉得他们遇见了神，但是神找到了他们。就像当他们如果跟你一样也有度过一些糟糕的时光的话，神是绝对不会找到你，永远不会找到你的。我在那个橱柜里面是完全孤单的。但是好几年过后，格瑞格找到了我，所以就像星辰们就是可以永远高挂在天上，然后就完全不鸟我们。Don't give shit about us， 完全不屌我。但是这只金鱼是蛮酷的。是个非常善良和聪明的人，安格斯。我尽力了。但是我跟其他人比也没有什么特别好。是啊，是啊，哎，后面有人，我应该常常也来这里的，哈哈。是啊，别看他，谁？有人站在我们后面，在树木那边。他的头好像相机哦，相机的镜头。哦，靠背啊，靠背啊！他长得像什么样子？长得很高，然后套着一个奇怪的外套。像是一种制服外套之类的，哦，连身外套。哦天哪，这就是那个鬼啊！我比较担心他是活人，站在树丛中盯着我们。哦天哪，哦天哪！好了，别惊慌。跟着我的领导，跟着我的指示。哎，那边的人，你出来散步吗？啊，真是不错的夜晚啊。他没有回应。现在好像有一点，他感觉有一点敌意，对吧？绝对是有一点敌意啊！哎，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阿梅，别，我看见你了。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跑了，我们得赶快回到车上。但是你的气喘，
我有带吸入器。啊，就是还有我的好心，那个求好心切的心情。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好了，走吧。深呼吸，吸气，吐气。好了，跑。啊，我就这样跑过他。啊，一点那个，一点反应都没有。干他跑那么快！你还好吗，大家伙？是啊，再过几分钟我就没事了。啊，超就是有点紧绷。就是那个，这就是那只鬼。啊，那是，或者只是什么住在那边的怪胎而已。啊，可能有很多小孩子会在那边，就是群聚，聚在那边狂欢之类的。我是指，就像是我们参加过的那场派对。你就是你狂吐的那一场。这是剧没有差太多。为什么啊，受到特异功能驱使了。阿美，发生什么事？我要停车吗？啊，我的头！天哪！快送你回家！不，不要！我需要跟大家说，今晚什么？我们全部！我需要大家。啊，谢谢你们过来。啊，还是一样的，我们住在这里。是啊，你在我家客厅啊。好啦，那我接受你的感谢。所以你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主意吗？有任何头绪吗？我的脑袋中有一个鬼，有一个鬼在跟着我。我没有主意，有个鬼在跟着我，像是他都一直出现。然后当我们出去调查他的时候，或者是可能都是一个随机，就是随便一个路人。不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在我的脑袋中。那你觉得我为什么稍早又会整个大崩溃，又整个抓狂？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鬼。是啊，老兄。我觉得应该会有50几个更好的解释吧，像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你可能是有个突然的那个压力，突然的躁郁，然后你看到一些会让你整个崩溃的事情，然后就让你对，让你崩溃，偏头痛啦，他刚讲的偏头痛。我也有偏头痛啊。
哎，阿美，你最近你在人生中都突然遇见很多重大的改变，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压力会让一些人产生一些奇怪的结果。好啦，随便啦，随便啦，随便。我要自己去，我要自己前往那个树林。我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那边。我知道我看见了什么。而且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没关系，我会独自前往。你要真的自己爬过那些那个篮球场。现在很晚了，老兄，你们为什么突然又在乎了？你们原本都你们都不相信我啊！我会跟你去。啊？听着，我是不相信鬼魂，但是我相信你。哦，老兄，哇，刚刚一起看星星，看来有情愫产生了，所以我们去找你的鬼吧。我原本我也想要讲类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讲得更好。哦，大虎妹，哎，现在也不是抓鬼季节了。反正就是，虽然不怎么成气候，但是因为是朋友，所以还是要挺他。啊，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主要的是我不想要你一个人在那边闲晃，独自一个人，又是在晚上。好啦，差不多啦，好啦，我来去抓鬼吧。已经好久没有，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晚上出来了。我们会，应该会听到猫头鹰叫。为什么？没什么原因。好了，我早上要工作，所以就快点去抓鬼吧。格是有特异功能，但是他的帽子把特异功能挡住了。然后右下角右边是星座，然后没什么没线索，但是安格斯也发现了。哎，哦，四人成型。我怎么会以前都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大概是栅栏吧，栅栏把这里都挡住了。没有啊，很多人都会常常都在这边啊。我大概12岁的时候也来过吧。上面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些老旧垃圾、一些树木还有动物。哦，那是什么？那边有什么？阿贝，没东西啊，没东西。我只是在祈祷。哦，你认真？是啊，走吧。等一等，怎么了？我觉得我听到猫头鹰了。哦吼，哎，阿贝，格瑞格之前有被猫头鹰攻击啊？什么？什么时候？
当我们就是闯进那个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们会攻击那个人群的人。bug 是指那个格瑞格昵称啊，如果我被那个攻击致死的话，我警告你们。哦，我会揍扁任何一只接近的猫头鹰。啊，谢啦。哎，危险的格瑞格却会怕鸟鸟。哎，我差点几乎就被那只猫头鹰扎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成群来，所以我没有机会去那个跟阿贝去坟墓，也是三群二的道理嘛。哇哦！这些东西可能要移到其他地方吧，我猜。你十二岁的时候记得这些东西吗，格瑞格？记得就十二岁的时候看过这些东西吗？是啊，我那时候还蛮怕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都堆在这里？耸肩，哎，不是耸，那个打冷战，没事。只是好像这些老东西在这里，每个晚上都在这里。然后当你睡觉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都一直在这里，在黑暗之中，如此的老旧，好老好老好老。你在讲什么？老兄，嘿，阿美，我没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这太蠢了。不要，没事的。抓鬼行动，哦，好玩。越来越黑，可是阿贝的香烟还是亮的。搞什么？啊？哦，天哪！不不！哦。哦，地狱啊！他醒来了，他这么早就醒来。有人有任何果汁吗 ？Juice， 果汁？不不，大伙们！哦，该死！大伙，大家，等一等 ，Love， 洛夫，你知道这些事会发生的。当你把这些事搞砸的时候，你早该知道的。这不像你啊，当你在另一端的时候，表现可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犯了一个错误而已啊。这是我欠下来的，犯了一个错。洛夫，这是你自己所欠下来的。我连犯一个错都不被允许吗？一个错误？你留下了一条该死的手臂在街道上面，就因为你，天知道这个小镇上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到底该做什么？是你搞砸了一切。哦，他的腿卡住了。
而且这一点都不像，这一点都不像你、啊，就是该怎么讲，都不像我们，不和我们的群众一样，不合群。我那时候很惊恐，好吗？我那时候就是太那，就是整个很羞愧。我很确切的希望你那时候可以通知我，罗夫。你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会想要这么做吗？大伙，我们可以想想办法的。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有家庭啊，罗夫。不要侮辱我们。你知道你不需要担心阿珍，还有那些女孩们，他们会被妥善的照顾着，他们也绝对不会什么都不想要。哎，他的腿这样子卡住是不太可能，就是那个串走的，逃走的。啊，该死！大夫、瑞克、贝恩，大家，你们知道我的。好了，大夫，你把他撑着。我很抱歉，洛夫。你知道我们没有选择。这该不会是那些乡巴佬吧？那个在什么？在教堂抗议的那些老人。大夫，对这名字没有印象。如果你不再为我们留下一些罪恶的痕迹的话，我会非常感谢的。不不不不，把他拉好，把他压好。不！啊！把他压好。好了，他解脱了。洛夫，啊！洛夫，你叫这么大声，没有人会听见的。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理你，然后没有人就来救你了。你只是把你推向更深的一些那个绝望，还有，我该死！来，赶快把事情解决了。我只希望你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洛夫。哦，老天啊，他的骨头整个插出来了。深吸了一口气。什么鬼？哦，该死！阿美，布罗斯基，他知道我，快跑！哦，这样跳。哎，为什么他们就不用跳？他们就可以穿过石头，还是因为他们是鬼？早说了他们是鬼。
要这样撞墙。